现场的朋友们，6:30，大家喜欢的时间，一代的时间，让我们以最热情的掌声，一同来分享由东海凤信子民谣吉他社的同学们带来精彩的演唱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们的掌声。首先呢，就由他们所带来的自创曲《妈妈》揭开我们今天暖场的序幕，交给你们喽。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凤信子东海大学凤信子民谣吉他社。那就是这半个小时我们暖场的时间，那会有我们的就是音乐来陪伴你们这样子。好，那第一首是就是我写的歌叫做《妈妈》，那就是跟就字面上一样，就是献给这伟大的节日啊。好，这首歌叫做《妈妈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是妈妈。
有天站在路旁，停下，他说孩子呀，把我扔下一场，未来的旅程还很漫长，可不可以对我说一声早安，请原谅我必须先行离开。他是妈妈世上无与伦比的挚爱。